哥，拿车吗？我拿着他枪，我偷正在打车死了，你。医院去了。小医院。我们这儿，我这儿，固刷这有一个。出不了一点，我跟你讲。他左把边固房刷子有个没开枪走的。了。救不了一点，快！我这里面在救人，不在你那边，我们我脸上有个。他很紧张，他跟我对线，呸！他跟我对位，他很紧张，说是这里有人啊，是不是这个给补喽？里面倒了一个，不知道爬出去。他骂人？他骂人吗？骂的难听吗？他说要，来吧。车，新奇的东西。车。最后一个。还有吗？我这是不是倒霉蛋子呗？后走，往后走。教练，我要先拿个药。后面了。妈，毒囊啊！我操！不不不，一队的，他们拉开的，这是那个摩托车。一队的，一队的，拉的巨开。牛边牛来逼车，右边刚有车进，刚有车进去。啊，我们舔包开车走。就对，感觉，查，别在那，别在那，大仓，大上面的大仓有人。停了一个。他是不是带那个 Auto？ 你斜坡了吗？可以去斜坡吗？被人掉了一个。OK， 那我去斜坡了。哪个在架我？你往右拉，能打他。往，他在救了，四个人在一起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打他，你打他。嘿嘿，操！哇吼，牛逼啊！他应该右上角来了吧？有击杀信息啊。我没看到。是要毒倒的吗？好嘞，那你们打，救救就行，救就行。我救，你们打。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。能救，能救，能起来，没问题。往右跑。好嘞。没有。右手边，在右手边。那个倒了，伸左手的。又是救，哎呀，没救下，没拉闪。我被闪了，没事，死了。咦？在防区，防区，看着防区。我哎，牛逼，牛逼！我拿这个，我给你吧，反正我不封烟，地上。就他们一队啦！对，就他们一队，就他们一队。还有人。
人在哪？房子吗？巨残，房子后。哇操！房子后巨惨，没炸死，我房子背面，小心背面打你们，小心这个的。我操，这没给他炸死，他还能拿出来打我。树后，这后面树后还有一个。三三。